家好，我是尔佳。每首歌曲都有前奏，有些前奏又粗又长，或者你不喜欢，所以你不想弹，又或者你根本不晓得前奏。那如果直接弹歌呢？某些场合又显得好像有点突兀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准备一些可以套用进任何歌曲的万用型前奏，一方面可以带给听众特别的惊喜，一方面也可以展现个人弹琴的某种风格。我们第一型要介绍的是左六右二，意思是左手弹六个，右手弹两个，而且是一种快拍弹法。例如，第一下一定要有旋律，左手六个，右手两个。那 Do Re 呢，目的是要弹到 Mi， Mi 是下一个和弦的组成音，我们用的是 A 咪，左六右二，这里是 F major 7，左手弹 F， 右手弹 Mi， 刚好是 F major 7。弹 Re 是为了走到 C， C 是 G 7的组成音，把它拉长。我们用的和弦是 C A m F major 7 G 7。万用前奏呢，只要走一些常用的和弦进行，再配上一些特别的弹法，就会很好听了。好，我们再弹一次。接着是月亮代表的心，你也可以把它搬到别的调，例如你要弹 G 调，然后用数字和弦的概念去理解，一六咪四 major 7五 7搬到 G 调就是 G 一咪 C major 7 D 7。我们现在换一组和弦进行，例如，第一个 C， 先将Re咪，为了接到发 F， 接到 D 咪，这里不只是 G 七，而是 G 七减九。减九就是九度音降半音的意思， G7 就是九度音降半音， G7 减九会比 G7 多了一点神秘感、朦胧感。那弹法呢，本来弹 So 现在改成弹降啦，本来要弹 So 改成弹降啦，以此类推。好，我们再弹一次，是我愿意。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左六右二型万用型前奏，未来还会陆续介绍爬音型、五声音阶型等等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你。我是艾尔佳，那我们下次见咯。